Yeah. <smart noise> 尊敬的诸位长辈、诸位学长，大家下午好。啊，我们接着上一节课，啊，一百五十四句啊的京剧，啊，曾子、啊、讲到啊，君子强其所不能，去私欲，从事于义，可谓学矣。 啊，上一节课讲到强己所不能，啊，我们要克服啊自己这一些习气呀，啊，智慧德能啊，才能不断提升。所以真正呢、啊，想要利众的心啊，就得从啊对峙自己啊。 这些坏的习性啊，下功夫啊才行了。哦，那当然要改掉习气啊，确实不容易啊、哦。我们看很多圣贤人呢啊,啊，他们修学的心得啊、哦，比方一个怒气呀啊、哦，喜欢发怒的这个习惯。 把它对治了，都要花二十年的功夫啊，都还觉得呢没有完全能克服，啊、哦，才感觉到啊，克己功夫啊不容易，啊、哦，所以克服习气啊，确确实实啊，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啊，哦、他当到天子了，啊，大将军。 啊，这几十万大军呢，啊，他毫不畏惧，啊，驰骋沙场，可谓啊勇猛啊。但是让他改个脾气，改个欲望啊，可能比杀了他还痛苦了。啊，所以在佛家啊传统的建筑啊，一进山门。 好，我们看到天王殿。哦，那首先看到这个布袋和尚啊，南宋时代啊，跟岳飞同时代的啊，一个佛家的人物啊，他是弥勒菩萨转世的。啊，那他就提醒我们：笑口常开，大肚能容。 啊，其实这两点就不好做了。好，普天之下没有我不能包容的人。那包含人心里面呢，只要有记人家的过失，啊，心里还有怨，那想要笑口常开啊，都很困难。好，所以心上呢，只记人家的好啊，念念呢、啊。 念人家的恩呢，这个才能笑脸对人。好，所以《弟子规》说的“恩欲报，啊怨欲忘”，这处事啊非常重要的心态。那天王殿再往里走啊，这大雄宝殿，啊供奉的呢是释迦牟尼佛。那大雄宝殿。 那代表啊，哎，释迦牟尼佛是真正的大英雄，啊，他真正克服了自己的分别执着啊，自己的习气，啊、哦，这是大英雄，啊、哦，所以俗话讲的，战胜别人一千次，不如战胜自己一次。而我们看每一个德牧啊。 你要真正把它贯彻啊，其实并不容易的。哦，比方，哎，让我们哎为人着想啊，所谓五常啊，仁、哦、义礼智信，这是五常啊、哦，时时以这个五常存心呢。 那是真正的、啊、学圣贤之道，啊，离了这个五常了、啊，那就与这个善人啊、与君子的标准，那就相违背了，啊，所以现在社会为什么乱，都是偏离了这个五常了、啊，啊，所以自己被习性啊控制了，啊，然后家道啊。 啊，也都乱掉了，好，所以《左传》当中讲啊，气长则妖心呢，啊，种种家庭社会的乱象出来了，就偏离了做人的常道，啊，具体来讲呢，就偏离了这个五常好，那我们既知五常啊，是做人根本的德行。 那我们一定要时时啊都能落实。那真的落实了吗？好，我们看，人是爱人，爱人就不伤害人。好，不伤害人啊，再往更细微的地方，就是不恼害人，就是我们的。 一言一行，啊、哦，都不会让人家生烦恼，哦，这是人把它贯彻彻底了，啊、哦，那所在一的地方啊，啊、哦，有你在的地方啊，都让人家生欢喜心，哦，所以奉行这个人呢，啊，有人因为我而生烦恼，都要反省。 都要检讨，哦，你说那个人看我不顺眼怎么办呢、啊？啊、哦，那他在的时候你，你你不要出现就好了，那他就不生烦恼了。哦，哎，人厚道到这样的存心啊，不简单。好、哦，那尤其在大团体生活的时候，啊、哦，我们有什么生活的习惯呢、啊？ 让人家生烦恼啊，都要把它克服啊，把它改过来。哦，啊，这个是人呢、啊，能讲到不让人生烦恼啊，这些道理我们都听过了。啊、哦，听过的道理啊，哎，就要有一种志气啊，啊，这一生就把它做到。哦。 那这样才没有白听呢啊,啊，才没有白接受古圣先贤的、啊、接受师长的教诲啊，所以我们学习的态度啊，呃、啊，师公常常讲，啊，不能玩弄圣教，不能消遣圣教，啊，听过的、明白的，啊，就要下定决心呢、啊，去依教奉行。 这个就是强其所不能的。好义啊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好义啊，我们常讲，君子爱财啊，取之有道啊，决定了不取不义之财。哦，那包含只要起了。 占人家便宜的念头啊，这个其实就是不义了、啊，啊，义跟利啊是相对的，啊，你想占人家便宜了、啊，就自私自利的念头起来，啊，所以奉行义啊，就是不能有自私自利的念头起来，哦、啊，比方团体生活当中，啊，们主动啊，多承担一点。 啊，不跟人家计较。哦，所以这个要学吃亏的人了，才奉行得了义了。啊，在德育故事当中呢、啊，啊有一则故事啊，让我们记忆啊深刻。啊，叫少替赶嫂。啊，这个崔少替女士啊，啊嫁到苏家，结果。 这个苏家啊，有五个儿子啊，前面四个啊都已经娶妻了，结果前面四个媳妇啊，脾气都特别大啊，常常啊吵架、打架，甚至于啊，都拿起啊这个凶器了。 哦，这这么严重的情况啊，冲突很大。当时候啊，这个少替要嫁过去啊，啊，亲戚朋友啊非常担心啊。但是啊，少替他非常坚信啊，没有人呢、啊、不能感化的啊，只怕自己啊德行不够。 所以，这个对传统文化这些教诲有坚定信念的人，啊，他真的能够转他人生的境界。他过去之后问，啊，因为他是最小的，啊，所以什么累的工作，他都自己啊主动去承担，啊，甚至于婆婆已经交代其他的。 嫂子了，哦，那看嫂子脸色很难看呢，不想做了，他去圆场了。哦啊，我最小，哎哎，这个呢，先我来做就好了。那自己有什么好东西啊？或者回娘家了啊？娘家拿一些啊好吃的啊，这些生活用品啊？他一回婆家啊，首先呢。 把这些东西先送给嫂嫂，啊，送给啊这些侄儿，他很慷慨，好、哦，很喜欢布施，好、啊，好、哦，所以人际关系要好啊，要多请客，啊，先多送礼呀，好、啊哦，那还有一些。 生活的情境啊，他都做到啊，啊，只想着对方啊，没有想自己啊。有一次啊，他抱着一个侄儿，啊，而且是年节的时候啊，年节大家都穿新衣服啊，好、啊，那刚好这个侄儿啊，啊，襁褓当中啊的小孩啊，突然呢、啊、就撒尿了。 那当下呢，这嫂嫂就看到了，就很不好意思啊，赶紧要把这个小孩啊给接过来，抱过来。结果少帝当下的讲了一句话，好，说嫂嫂慢一点，好，不要惊动了孩子，惊吓了孩子，好，所以他完全没有痛洗他的衣服。 啊，念念只想着不要吓到孩子了。哦，嫂嫂本来很不好意思、啊，当下听到啊，这个小沈这么讲啊，我想、啊、这个心肠再硬的人呢，当下也会很感动啊。哦，他时时都是为他自己的孩，为他的亲生孩子着想。 相处的过程当中，啊，这些嫂嫂们呢，啊，来讲其他人的坏话，啊，这个少帝啊，只是听，啊，笑一笑，啊，都没有做回应。其实啊，人假如听到在骂别人的话，一回应呢，哇，这讨论起来就越骂越，越批评越凶了，哦。 其实啊，这样就有失啊自己厚道的心了哦，应该是听到别人批评啊，提醒对方啊，记人家的好啊啊，不然其实他越批评啊，他整个心情完全都被情绪、啊、给控制住了。好、哦，可是他笑着不回答、啊。 对方看没什么反应啊，好像越批评也不来劲了、啊，啊，自己呃讲不下去了，就走了。其实人呢，很多地方你去观察，都是有善根的，有良心的。讲讲讲没回应，讲不下去了，那他良心起作用了，不好意思了。啊，这羞耻心其实没一个人本有的，从这些地方去观察。你说一个人。 他再不笑，你骂他，你不笑，他还不高兴呢，那他那个不高兴、不欢喜，不都是还是有羞耻心吗？哦，所以人确实有本善，看你用什么善巧啊，循循善诱啊，啊，去唤醒了他的羞耻心。那少替啊，就是从生活点滴自己先做啊，哎，一点一滴啊，就把。 嫂嫂们的羞耻心唤醒了，哦，要不听谗言呢、啊，哦，那他的婢女呀、啊，哎、欸，跑来跟他讲嫂嫂们的不好啊，哇，那他会处罚他的婢女，然后呢，带着这个婢女啊，去跟嫂嫂道歉。 所以这么一做啊，首先这少少们都觉得啊，这个小沈真的打从心里尊敬我的。哦，哎，打从心里尊敬我，那我要值得人家尊敬啊，他就自重啊。哦，而这些婢女啊，被处罚了，那毕竟啊，这个主子一路以来都这么疼爱他。 所以你要打一个人呢、啊，还得他信任你啊！你在那处罚他，不能跟他结怨呢、啊。好，所以这些婢女是很忠诚的。这么一打啊，啊，还接受教训了、啊。啊，原来啊，他假如养成这个批评别人啊、背后讲人家坏话的习惯，他以后出嫁绝对啊没有好日子过。 到时候，家族里面啊，因为这些话他不和睦了，啊，最后啊，他铁定了也不可能有幸福的人生了。哦，他能够哦，都能不批评别人，哦，都能看别人的好，尊重别人，啊，他以后出嫁了，才能跟人和睦相处。哦，所以他的主人。 看得很深远的，好。而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啊，人，啊，往往啊，都是想着自己要获利呀、啊、专利呀、啊，啊，那辛苦的工作啊，都要推迟啊、辞劳啊，啊，好讲人家的坏话，好惨，啊，喜欢听这些别人的是非长短。 啊！但是少替呢？啊，慷慨啊，然后欢喜去承担工作啊，然后哎，不听谗这些谗言呢，好，然后纠正他的婢女啊，不可以去讲人家的坏话啊，这是所有的行为啊。 一点一滴啊，都让他的婶婶感动啊！所以一年左右啊，啊，他四个婶婶呢，异口同声呢、啊，都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啊，说无婶大贤呢啊,啊，我们这第五的这个小婶呢、啊，真的是很贤德啊！啊我等非人呢啊,啊，我们跟他比啊，真的。 不算人了、啊，哦，你看他讲这样的话，一个这么会跟人家争吵的人，最后还是被感化了，哦，所以在德育课本当中啊，就这个故事呢讲了一段话，非常值得我们呢去体会啊、哦，说三争三让，啊、哦，他很爱争呢、啊。 啊，你欢喜的让啊，天下无贪人也。啊！啊，三怒三笑啊，对方脾气很大啊，不明就里啊，骂你啊，啊，你都欢喜接受了，不跟他冲突啊！啊，天下无凶人样啊,啊！怎么说呢？他真了，你都欢喜的让他。 次数久了，他想，就你是君子，我都做小。<laughs> 呃，慢慢的他，他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了。好啊，每一次都是他发脾气，啊，人家都包容，不跟他计较。哎，那也不能每一次都是我做小人了。好，好，所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，啊，但恐。 诚心未至啊，你的真诚，你的这种修养还没到位，不能感动对方。好啊，所以我们刚刚谈到啊，这个无常啊，人要做到不恼害，意啊<一>，要做到了。 不占一点便宜，不取不义之财，好、哦、啊、哦，所以这个义啊，啊，佛家解释、啊，不取，哦，你不止不占便宜啊，你要拿一个东西呀、啊，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啊，这个都都是不义的行为，都是啊。 有犯盗窃的行为了，哦，所以今天啊、哦，我们在团体当中啊、哦，要用公务啊，一定要给负责的同仁打过招呼，才能拿，啊、哦，不然都是不义的行为了。好，啊、哦，在一起工作了，啊，想让人家多做一点，自己少做一点，这个都是不义的行为。 礼智性啊，礼礼者敬而已啊。我们对人有不恭敬的态度，就是无礼了啊。你从根本上下功夫还不容易的啊，要学就要真干了学真的呢。啊，所以礼记教我们如何真正做到礼。 《礼记》开篇曲里第一句话就点出来了：“无不敬。”啊，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，啊，面对所有的人事物，这颗恭敬心不可以失去。啊，所谓“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” 你这个恭敬心没有了，就不在道中了，啊！你的学问呢、啊，你的功夫啊，就断了，不能相续了。好、哦，好，那首先对人，哇，那对人要恭敬呢、啊，那得要克服傲慢才行、啊。好、哦，那这个不容易啊，他去都觉得啊，他做这个做不好，那个做不好。 那我们这个指责的态度就出来了，哦、还觉得自己做的好，别人做的差，哦，所以要打从内心啊，相信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你的恭敬心就起来了，哦，哎，每个人都有明德啊，都能成圣贤他本觉是本有啊，一定可以恢复啊，啊、哦，你尊重他的。 本性，哎，可是他行为不对呀、啊。他是“狗不叫性来，性乃迁”，啊，那是后天染上的习气，啊、哦，本来没有的一定可以去掉，本来有的一定可以恢复。那本来没有的一定可以去掉，那你就看到他了，啊，你就不会着他的这些习性，你甚至于会提起什么。 帮助他去掉，因为你坚信他可以恢复嘛，就好像说，明明这一个人，他家是亿万富翁，他可以过很好的日子，结果他现在不知道了，他去当乞丐，啊，每天有一餐没一餐，饿的要死，啊，你会怎么做？啊，你会说饿死他算了，啊，没有人吃，心了。 哦，你会赶紧让他明白，他是本来就这么富有的。哦，那你真的体会到这个真理了？你会尽力的提醒每一个人，他本来就有本善，他本来就有无量的智慧德能，向好啊，可以恢复的。好、哦，好，所以这个傲慢呢、啊，可以从相信真理、啊 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圣贤啊，恢复他的本性，你就不容易傲慢。好、哦，包含常常想想啊，我们比起古圣先王啊,啊，比起这些正人君子啊，啊比起古圣先贤呢、啊，我们差远了，差的太远了。那还有什么好傲慢的呢？ 好，我们看孔子温良恭俭让，我们就很难做到了。哦，好，对人恭敬啊，对事要恭敬。好，在应对事情当中啊，很慎重，这就是恭敬的落实啊，是非仪。 勿轻诺，苟轻诺，进退错。这对事情恭敬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这是恭恭敬。啊、哦，你不能答应人家的事情啊，忘了啊，答应人家的事情啊，拖延了，那这个恭敬心就失掉了。啊、哦，我们现在这个五常啊，不能只是提起来啊。 哎，上司交代的工作忘了，拖延了，然后还得上司打电话来问啊，来追了。哦，那到底、啊、谁是秘书啊？都搞不清楚了。哦，你让上司来问你，上司变秘书了。哦，哦，所以《弟子规》教我们。 出必故，反必面。哦，这成婚定型这个习惯转移到工作上来，啊、哦，就变成你要让领导安心，啊，交代的事已经做了，啊，赶紧，啊，发个 email 通知一下，好、哦，还是用 Skype 通知一下，好、哦，哎，他一个人有责任感。 还没有办完呢，他心里会有一个负担。哎，马上通知他，已经办好了，哎，他就这个负担就放下来了。哦，所以这个都要善体亲心呢、啊，善体领导的心。哦，这个是对自己的工作啊非常尽力去做。好、哦，对物品啊也要恭敬。 哎，要节俭，啊，不能糟蹋物品，啊，你包含东西呀、啊，都把它放好，啊、哦，《弟子规》上讲的“置关服，务，有定位，勿乱顿，致污秽”，这个是对物的礼敬，好、哦，古人他的功夫啊，都用在这些很小的地方。 青天白日的结义啊，自暗室屋漏中培来；啊，旋前转坤之经纶，啊，自灵身履薄处得力呀、啊。这个都是启示我们心性的功夫啊，在每个念头上啊，慎独啊，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啊，一切皆恭敬，一切。 去谨慎对待。哦，那古人就提到了，啊，放任何一个东西啊，都不放歪，因为他心正了、啊，他一看东西歪啊，他就觉得不妥当了、啊。哦，那我们假如不注意了，急躁了啊，常常东西放歪了，啊、哦，尤其这个书啊，可能都放一边。 都已经露在这个桌子外面了，都不知不知道。那经书啊，是圣贤之母亲嘛、啊，啊，圣贤都是因为看经书开发他的智慧的，所以看到经就像看到圣贤的母亲一样、啊、的恭敬才对。啊、哦，所以这些细节、啊、要做到不容易啊，要时时提醒自己啊，这强其所不能。 我们今天终于听明白了，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东西都摆正，啊！从这些小细节提升自己的学问，包含啊，好像是朱熹夫子都讲到，写每一个字啊，心都是定的。 啊，心都是恭敬的啊，不会很急呀、啊，写的很潦草。我们看师长，他一个人在台湾呢，后来得到台湾当时候啊最有学问智慧的三个老师指导，哦，那都不是偶然的呢。啊，这三位老师。 都是当时候啊，台湾公认的大智慧者，能遇一个就很不容易了，还遇到三个，主要的原因啊，就是师傅的真诚恭敬感召来的。啊、哦，当时候一开始，啊，师长想，啊，到台大、啊、听方东美教授啊。 讲课啊，用毛笔啊，公开啊，写了一篇啊，一封信啊，来寄给啊方道美教授。啊，这方教授应该啊，要看的这一篇，呃，这封信啊，啊这字都写的这么工整，啊，就能感觉到，啊师长啊他的恭敬心啊。 所以最后呢，是一对一啊，手把手、啊、教导他。哦，所以这个时时恭敬啊，真的能提升自己的德行，又能感得人生很多啊殊胜的因缘啊，智啊，就是理智，时时啊。 不能感情用事，哦，那等于是自己的心呢、啊、起了一点情绪了、啊，都要赶紧能够觉照到，赶紧能够调伏，哦，所谓不怕念起啊，只怕觉迟，哦，那当然。 这个得在念头上下功夫啊，才有办法抵制。你念头控制不了啊，这个贪嗔痴慢的念头，最后就变成行为了啊，那又犯错了，又造罪孽了。好、哦、那了凡四训当中讲，无心不动啊，过安重生，让这个心不能有妄动。 但你心要不妄动啊，你得平常啊，心就是定的。你说平常就波涛汹涌呢，遇到事情还能心不动呢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那平常怎么让自己的心不妄动？好，那儒释道，好，包含各个宗教修行的人，他们用的方法。 不大一样，啊，但是所有的方法都是让自己的心啊定下来，好，所以所有这些宗教啊，以至于儒释道啊，或者不同种族，他们修学的方法，其实都离不开啊戒定慧三学。 他得先守规矩，人守规矩啊，他心才不会浮躁，他才不会有这些小聪明啊、坏念头。哦，你包含我们刚刚讲的，哦，你恭敬物品啊，东西都是物归原位，哦，那你心就很清楚啊，啊，临时要什么东西啊，心也很定啊，就去拿出来。 可是，假如没有这个规矩了，临时要东西找不到啊，心烦意乱的，还对身边的人发脾气了，那界定全部都没有。哦，所以守规矩重要。啊、哦，你就像刚刚讲，啊、哦，你不能恼害众生，你那个念头时时都是不恼害众生。哦，你那个设身处地就很强了，你随时能保持。 你的心啊就不会有伤害别人的念头，都在正念当中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，所以儒道释三教啊、哦、方法啊、哦、读诵经典啊，这是个方法。你很专注在经典，你正念分明，没有妄念。哦，那佛门啊、哦，还有其他的宗派啊、哦，像。 密宗持咒，我们有朋友啊到西藏去，他们看呢，老百姓啊手上都拿着念珠啊，他持咒、持咒语，那都定在咒语啊，他就没有妄念了。所以我们看，都市里的人哦，那个面相啊，愁容很明显，哦，好像都笑不出来。 好像胸有千千结，这个眉间啊都好几道痕、啊、大家去西藏看看，看有没有人长这个样子。<laughs> 哦，人家安平乐道啊，他心很定啊，清心寡欲，持戒嘛，啊，修学又很精进啊，啊，正念保持不妄动，他有定。 那定久了他就开智慧，哦，所以心地清净啊，定就是清净心啊。你问他什么，哎，他很自然的，啊、哦，他清净心生智慧，就能够回答你，啊、哦，所以孔说孔子说他空空如也啊，那空空如也就是心地清净啊，啊，没有烦恼。 啊，人家怎么问，他就怎么去答他。啊，他你本有的智慧啊，起作用了。啊，所以所有的修学方法都是为了得清净心、得定。好，那佛家的净土宗啊，他只是用念佛的方法止住妄念。啊，那这个方法还比较简单。好，那你妄念一起来了。 哦，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妄念压下去。啊、哦，那西方宗教呢？他也是用祈祷，啊、哦，念他的圣经啊，这些方法调伏妄念。哦，刚好前不久啊，很幸运的，啊、哦，到香港了，啊，去参与啊接待啊、哦、马达加斯加。 啊，马其顿啊，两个国家的联合国大使哦。结果我记得这个马达加斯加的大使啊，把他的太太还有他女儿啊，一起带去见市长。好，我感觉这个大使很有智慧哈啊，这么难得清净，这么有智慧的长者，他把下一代都带去了啊，把另一半带去啊。 很容易建立共识啊。那马其顿的大使啊，他讲了一段话啊，我们印象很深啊。他说：“听一个有智慧的人讲话啊，胜过啊读一千本书。”啊，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啊，已经是第四天了啊。所以他说呢：“嗯，我这几天呢，读了四千本书。” 哎，他们是很珍惜呀、啊，啊，能够听到师长啊这些教诲的机会机缘。当然，对我们来讲，啊，我们看到他这么诚心啊，就很惭愧了。啊，他才接触四天呢，就这么珍惜，这么有收获。啊，所以俗话有讲啊，叫静妙其神呢、啊。啊，这个。 旁边的这个庙很很兴旺啊，都是很远的人来，恭恭敬敬的来朝拜啊。结果在庙旁边的人都觉得没什么，不珍惜了、啊。所以其实这一句成语啊，也是提醒我们、啊，人有一个习性啊，啊，就是拥有之后啊，不知道珍惜啊，容易得到的呢，反而不知道珍惜。 我们现在看，啊，你要得到一本经书啊，讲经的光碟，太容易了。三十年前、五十年前，难上加难了、啊，那要自己去抄出来了才行啊。那时候印刷术没有那么发达，自己抄啊，哦，那就更不可能看到光碟放出来。 啊，师长这样亲自讲经的影像啊！但我们想想呢，五十年前的人学得好，还是我们现在学得好？哦，所以你看，工具越发达反而学不好，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呢，最根本的还是在心上啊，而不是外在的工具了、啊，那是其次的东西了。哦，所以从最根本的心地下功夫，又能善用。 现代的科技，那我们的成就啊，是不会输给以前的人的。好、哦，好，所以这个大使的夫人呢、啊，他就请教师傅。哦，那也很有意思啊！现在科技发达，啊，像非洲的啊，这个大使夫人。 他们也有接触到中华文化，啊，他也提到，哎，有接触过佛门的禅宗，啊，哦，所以他就问到呢，啊，他也觉得，啊，这个心呢，定不下来，应该用什么方法？啊，所以其实啊，每一个人都渴望啊，这个纷乱的心呢，能够定得下来。 哎，师长就建议他用你们基督教的方法啊。那个夫人呢，她是信基督教啊。你们那个祈祷的方法就很好。哎、啊，师长也给我们表演了“灵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”啊，最契合他的修学方法，你就建议他这么去学就对了。好、哦，所以看到这个。 要保持理智，心不妄动啊！你平常都得要在正念当中啊。如何保持？您看哪个方法你最受益啊？就用哪一个方法。好，接着信啊、哦，这个人言为信好，看到这个信字啊，其实五常不离信德。 所以人的心，只要已经许诺了，哪怕言语没有讲出来，都应该守信。啊，所以祭杂挂件呢，给我们表演的非常透彻。那这个就是标准了。你要当君子、当圣贤，就是以这个标准。啊，所以在佛家修行呢、啊，大乘佛法，他守的是心地、心界。 你有那个念头就犯戒了，哦，不，不用啊，有言行，哦，所以强其所不能啊，就让我们想曾经承诺过的事情，哪怕再难，都要全心全意把它做到。好，就像曾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讲的：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、啊”呐。 接着呢，经句上讲啊，去私欲啊，一定从啊自私自利啊开始对自己啊。师长常说，你要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啊。你名闻利养放不下，所做的事情啊，其实都是跟经教相违背的。日久见人心啊，人家就感觉你根本就是沽名钓誉了。 道貌岸然了、啊，那不止不能弘扬圣教，还让人家否定圣教了。啊、哦，所以因地不争呢，果遭纡举一定是心地发的是纯正的心愿，那个结果才是纯正的啊、哦！不能夹杂丝毫的名闻利养。好、哦，大家放下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。 啊，这些欲望的享受要淡，要慢慢放得下啊！不然讲道德、说仁义啊，那都是口号了。你每天都被欲望给控制住了嘛？好，还要放下贪嗔痴慢这些习气。其实啊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其实就是放下自私自利、自我。 我贪，我嗔，我吃，我慢，没有我这些东西，根本不可能产生。好，好，所以念念为人想，啊，才能放下私欲。好，孟子也说：“大丈夫啊，富贵不能淫，啊，这些欲望都不能诱惑的。好，这去私欲。” 才是大丈夫。接着呢，从事于义，尽心尽力啊，做符合道义的事情啊。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义啊，人要有情义，要有恩义，要有道义哦。所以，对家里的人都要有道义啊，对朋友、对国家、对团体、对领导。 啊，以至于对圣教、对古圣先贤、啊，对老祖宗，都是啊要敬的啊，所以才叫道义的人生呢。哦，在了凡四训里面讲，啊，义理之深呢、啊，岂不能隔天？啊，真的养浩然之正气的。 啊，念头里都是道义啊，一定可以克服自私自利，哦，一定啊，进一步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好、哦，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啊，感觉到、啊、圣贤人真的是做到才说。好，我们在《论语》里面看到曾子。 他讲到的，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啊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啊，君子人与君子人也。你看这整句话不就贯穿在义吗？好，托六尺之孤啊，啊，人家临终了。 把孩子托付给他，他能终其一生把这个孩子照顾好、栽培好。这道义啊,啊！这句话呢，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来看下一代的教育出问题了。我们从事教育的人，能想起真实这句话，要挽救下一代的教育。 要恢复伦理道德、因果教育，那真是拖六尺之骨啊！啊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他可以负责一方啊，教化、照顾好百姓，不容易啊！啊，你在一个企业团体当中，在各行各业当中，啊，你的领导交代你去负责、照顾。 一群员工啊，照顾哪个分公司？你能不能让你的领导完全不用担心？啊，交代给你啊，就安心了，可以救百里之命啊！好、哦，灵大节而不可夺啊，哪怕生死关头了，这个节义啊，不会有丝毫的动摇。 哦，那我们现在学习传统文化，推广传统文化。假如受不了这些诱惑啊，那林大姐啊，就可能会变节了。啊、哦，这财色名食啊，这些诱惑啊，高明厚利啊，就很难守得住节义了。啊、哦、所以从事于义呀、啊。 那终身保持不容易、啊。好，那我们想起曾子啊，在《论语》里又有一段话讲：曾子有疾啊，他生了重病啊，招门弟子啊，把学生都招过来，然后对着学生讲：啊，起无足，起无手。好、哦，战战兢，哎。 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啊，而今而后啊，无知免福啊，小子。啊，我看到这一段很感动啊。曾子生的重病了、啊，他还想到教育学生的这一份道义。啊，他没有顾及自己的病痛啊。 把学生找来，因为他怕以后没有机会啊，启发他们，好、哦、让他们看看他的手，看看他的脚都很完整因为身体法服受之父母啊，所以他终其一生保护好身体啊，无愧于父母、啊、给他的身体。哦，所以他都是以战战兢兢的心啊，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，来保护好自己的。 德行，不能以身呢、啊、羞辱了父母，羞辱了祖先。啊，这从今以后啊，啊，我不用再担心了，我免掉这些过失了。啊，他终其一生保持了，啊，以这个呢，来以身作则、啊，表演给他的学生看。我相信啊，这学生是。 老师病重临终啊，这么表演，每一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了。好，而从事于艺演、啊，我们在四千五百年的纲领当中啊，看到正其义不谋其利。 明其道，不计其功；正其义，明其道，其实就是道义嘛。好，不谋其利，不计其功，就是不能有功利的想法了。结果现在幼儿园就教功利了，那那怎么教出圣贤君子呢？从心地上就引导错了。 哎，那每一个行业都是要从易去做吗？绝对正确。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嘛。啊，就像商业啊，一般我们对商业的印象就是立志当头，错了，立志当头呢，这个在商业界不可能有大成就，都是把一百前面的人才在他的。 这个商业才能够长长久久我们看同仁堂啊，他这个企业啊，比美国都一百多年了，三百多年的企业啊，好几次国家的危难，甚至于可能倾家荡产了，全部都是拿出来为了国家义呀！哦。 前几年的 SARS 啊，他们同仁堂卖这个 SARS 的药，啊，亏本卖，卖一包就亏两块，卖一包就亏两块，啊，后来好像卖了三百万包，啊，亏了六百万，欢喜啊，能为国家尽心尽力啊，哦，所以像。 安徽有徽商，山西有晋商。好，我们看徽商，他给予整个后代子孙的教导，啊，他整个商业家道的承传，他义立志一生，利从哪来？你尽了义了，他就生了。财智道生，钱财从哪？从你行道当中才能生出来。 哦，所以同仁堂他们是想到病人的病痛，所以他做这个药啊，绝对不会偷工减料，那是义出发嘛。他赢得大众对他这个商品的信任，那他才能事业发展嘛。哦，而我们要守好这一颗道义之心啊。 就是人只要想着呢，要给自己方便，要给自己舒服，啊，那这个念头就是逆行了。好，其实人生什么时候才是安稳处啊？啊，你是尽了道义了，那是最安稳的。哎，心很安的，养不愧于天，福不作于人，那是真正的稳当之处啊。 安稳之处哦，你事事都给自己方便，那你的小孩就自私自利，你怎么会安稳？哦，你都是道义存心，你的下一代呀、啊、一定很孝顺，你是真正能过上安定的日子。好、哦，所以孟子劝梁惠王啊，王何必约利啊？ 亦有仁义而已也，啊！未有仁而遗其亲者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。他有仁义了，怎么会不孝顺父母、不效忠他的领导人？啊、哦！所以，一个君子啊，能攻其恶，求其过，强其所不能，去私欲，从事于义。 这个人可谓学矣啊、哦！他这样的下功夫啊，这样的态度啊，可以称得上是真实的学问了、啊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说重实质不重形式啊，功夫在哪？放下多少习气啊，那是真功夫了、啊。我们接着看呢，一百五十五句。好、哦，我们一起、啊、念一下。子曰。 吾常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啊，孔子啊，说到啊，这个尝啊，就是曾经。夫子说到了，他曾经终日啊，整天呢不死，啊，都没有吃饭啊，终夜不寝，整夜通宵没有睡觉啊，以思啊，自己去思考。 就苦冥思苦想、哦，无意，哎，觉得好像呢，没有什么受益啊，毫无益处啊，不如学也，不如啊，学经典。好、哦，那夫子讲到的他这个体会呀、啊，啊，很宝贵，啊，夫子。 整天没吃啊，整天没睡啊，就一直在思维、思考啊，这也是很用功啊。好、哦，但是他这样去思考啊，到底想的对不对呀、啊？他没有依据啊，所以也是怀疑啊，不能有所正确的判断呢、啊。哦，所以修学圣教啊，一定是依经典为依归。 啊，依法不依人，哦，不能说某本人怎么说的你就相信了，要依法依经典。哎，这个人讲的都跟经典相应了，啊，那你可以相信。啊，他又做到了，啊，那你可以向他学习。其实我们看呢，孔子就给我们表演的好了，他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啊，夫子。 在传授《孝经》给曾子，他所阐述的每一个道理都是依据经典啊，所以每一段的后面都引一句经典来做印证。好，比方诸侯章讲“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危”，啊，最后以《诗经》结语，啊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，就是一个诸侯为国君者。 你应该有的态度啊，啊！你要治理好国家，你不能放纵自己啊。好、哦，所以夫子啊、哦，他体会到这个的，他最后全部都是一止经典的，这不如学也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所以没有根据啊，那就。 怀疑呀、啊，不能判断决定，而且这么去用功啊，我想呢，一天不吃饭，一天不睡觉啊，可能精神耗损的也很厉害，啊，就很累啊，这最后还是没有所得啊。好、啊，好，好、啊，而确实啊，我们要依照经典来修学。 但我们现在、啊、这个时代啊。程度啊，比不上古人，哦，差得很远哦。那我们看孟子，哎，他以孔子为老师啊。当然，当时候还有孔子的弟子啊，还、哦哎，当时候还传，可能孔子直接的弟子啊，或者再传弟子。 这个离孔子还不算太远，好、哦，有一些不明白啊，还是向他们请教啊，啊、哦，那诚心诚意的来领受夫子的教诲，啊、哦，虽然不能直接听夫子教诲，啊、哦，最后有大成就啊，成为亚圣，好、哦，这整个世界都称孔孟啊，那那孟子学的。 那是受到举世的肯定了啊、哦！所以又有一句话讲啊：“圣教无人说啊，虽智莫能解。”所以不只要有经书啊，还要跟着好老师啊，把这些经句开显给我们，我们才能理解这些教诲。啊、哦！所以传统文化是什么呢？是师道。 他很重视传承。啊，今天你要向一个人学习啊，你一定啊要先观察他有没有老师。他没有老师，他怎么可能会明白这些经典的道理？我们观察到啊，现在所谓的邪师啊，好像都没有在说他有什么老师。都。 很夸耀自己很厉害、啊，那个都绝对不是、啊、有政治正见的人，啊，一定是、啊、重视师道，有师承，哦啊，借由啊这个好老师的引领啊，啊，能够深入精进，哦、啊，而这个好老师啊，他所讲的一切，他一定会引经据典来证明，他不会乱讲。 啊，而且会时时提醒啊我们，啊要依法不依人来修行。好，那这一句经文呢，也提醒我们呢，每一天呢啊，不要自己啊胡思乱想啊，一有空啊，多听经，多读经典，多明理啊，明理之后啊。 赶紧下功夫啊啊，去依教奉行。接着我们看呢，一百五十六句啊，经文讲到呢，见善必自存也，见不善必自行也。故非我而当者无物是也，是我而当者无物有也，谄媚我者无物贼也。 啊，经文啊，一开始讲到见善必自存也，看到善行，观察到别人的优点，还、啊、马上把它记在心上，进而去效仿，啊、哦，进而去对照自己、哦，一丝不苟的呢，自我对照，自我要求啊，进而学习效仿，啊、哦，这是很懂得下功夫的人。 啊、哦，历史当中啊，舜王做的非常好。哦，孟子啊赞叹舜王，就是他就是这么做的。啊、哦，孟子讲到啊，舜王当时候住在山林当中啊，他也是个农夫啊，啊，走在这个森林里面呢、啊，跟一般人差不多。那可能走着走着，旁边还有一只母猪啊。 哦，那都是跟他们为伍啊。可是为什么他后来不平凡，成就智慧德行，成为天子？因为他的差别就在呀、啊。舜王闻一善言，啊，听到一个好的教诲；见一善行，啊，看到别人一个好的行为了，他就全心全意去做到。 啊！若决江河啊，他那个力行的态度啊，力量啊，就好像那个江河溃堤一样啊，谁都不能阻止他一教奉行。哦哦，所以他能有这么高的成就。那我们也以舜王为榜样啊，从当下看的每一句教诲。 转自己的心念态度啊，要把它做到好。刚好师长啊有一个墨宝啊，合大愿必有余愿，安可以为善。好，这一生真正要跟人相处，让人生欢喜心，啊，不让人呢、啊、怨恨自己啊。 如何做到呢？哦、师长在《墨宝》里面讲，引了这些圣王的榜样啊。汤曰：“万方有罪，罪在正宫。”庄子曰：“以德为在人，以事为在己。”发生任何事情，啊，是我不对。 有好事了，成就好的功业了，都说啊是别人的功劳，啊，团体里有做错误了，马上啊还是我做的不够，哦、啊，都是啊让功于他人，啊，然后一有事情都是自己先反省，这样的人呢、啊，人家不可能埋怨他。 他又没有去指责要求别人，啊，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则无怨。啊，自己还不正，就求于人，他就不可能。哦，不可能呢、啊，人家不埋怨他。啊，接着经文讲：见不善，必自省也。《弟子规》讲的：见能恶，即内行，有则改無境，无加警。 他见到人家的不善呢、啊，一定呢、啊、戒慎恐惧的反省检讨啊，警惕自己啊，不要跟他一样。确实啊，人要反省自己不容易啊，他当局者迷啊，啊，往往从看到别人过失，他能随时反观自省啊，就能很好的洞察自己的缺点不足了。 啊，接着说到啊，故非我而当者，无师也。啊，所以批评指正我非常恰当的人，啊，是我的好老师，啊，是我的贵人。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失啊，他这一天就蹉跎了，就浪费掉了。一日无过可改，一日无不可尽了。 而且这个过不改啊下一代被我们教坏了，啊，身边的人受我们不良影响了，啊，所以真的，人家指出我们的问题过失了，感恩戴德了，哦。视我而当者无有也，啊、哦，这个是就是肯定啊，赞叹，赞同我很恰当的人呢、啊，是我的。 好朋友啊，益友，哦，因为称赞得当啊，我们受到鼓励呀、啊，啊，更有信心啊，啊去提升自己啊，去把事情做好。哦，啊、这个尤其啊，信心不够的人呢、啊，啊，常常哎能得到啊身边人的鼓励呀、啊，啊，这对他来讲也是很重要。 接着经文讲呢，谄媚我者，无贼也。啊，谄媚奉承我啊，只会讲好听话给我听的，啊，是贼害祸害我的人。啊，因为听这个好听话听多了，真话听不进了，正直的话听不进了，那麻烦了，这个德行啊，就会出大问题。 春秋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呢叫高辽子啊，他在晏子的底下做事，结果有一，经过几年燕呢，这晏子呢请他离开，身边的人呢就说到了：“说晏子啊，你这样太过分了，这么多年下来，你并没有推荐他啊去当官。” 啊，他在你底下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这么无情呢？啊，燕子就说了，他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有指出过我的过失，从来没有说我哪件事做的不妥当，那他根本就没有尽道义呀、啊。那可很可能，其实都是讲些好听话，不是真正啊要为国家啊为。 自己所跟随的人，尽一份道义了、啊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啊，他对我很好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啊？这个好歹都要分得出来的啊！他都八结谄媚你，你说他对你好，那是好歹不分的，没有智慧啊、哦！所以我们看每个朝代那个国君。 能听正直的话，兴盛；了；多听谄媚的话，这个国家就要亡了。那真的是贼也了。我们接着、啊、进入贵德的第十一个纲目，啊，有恒。我们看到有恒，就知道了。有恒为成功之本。 而这个有恒呢，实实在在是成败的关键。好、哦，比方啊，曾国藩先生有讲到啊，养生与学历、哦、你保养自己的身体啊、哦，包含提升自己的道德学问呢，皆从有恒做出。你没有恒心呢，身体锻炼不起来。 学问也提升不起来，所以这里就点出来，有恒必须先对峙五分钟热度，哦，就啊决心发了三天呢、啊、就退了，哦啊、哦，所以有一句经文呢、啊、讲到了啊，你求学问呢、啊、就像钻木取火啊，未出而速行，你在那钻木取火哦，然后啊手酸呢休息一下。 啊，待会再继续。那这样钻到哪一年哪一月都不可能把火钻出来。这个比喻啊，火是什么？智慧。这个火怎么生起来？你要精进不懈怠，才有可能生智慧。所以一懈怠了，就没有恒心了。啊、哦，所以皆从有恒做出啊，故古人以有恒。 为作圣之基，要成为圣贤，基础一定要有有恒的德行。好、哦，周怀先生又讲了啊，静字恒字啊，是策始策终功夫，这个不能丝毫啊放松，不可须臾离也。大凡尽德，则持之以静，啊、哦，你要提升自己的道德，保持这个恭敬的心。 时刻都不能忘，修业则增之以恒。你学问要不断积累啊，一定要恒心啊！曾国藩先生每天读书啊，不间断。好、哦，其实不只是学问的、啊，任何一门技能呢、啊，你都每一天都不能断了啊、哦。所以打拳的人呢，拳不可以一天不打。 唱歌的人呢，歌不可以一天不唱啊！讲学的人呢，课不可以一天不讲。哦，包含康熙皇帝讲哦，康熙皇帝的书法写的真是庄严的啊,啊！他在给孩子的教诲当中就讲他没有一天不练字，哪怕再累再繁忙，他一定还是会练字啊。 所以他的功夫啊没有间断，好，好，那要有恒心啊，要克服啊，不能急躁，一浮躁啊就没有不耐烦，没有恒心毅力了，啊，不能贪贪快，不能贪功。 然后啊，要不能退缩，不能半途而废。我们看一百五十七句啊，京剧啊，我们一起念一下：“合抱之木生于毫末，九层之台起于垒土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。哦”啊，这一句啊，代表任何一件事情要成就、啊，都是、啊。 循序渐进啊，啊，都是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，绝对呀、啊、不可操之过急的。所以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。合抱呢是指两手围抱的树木啊。那这个树啊，最少也有几十年了。那这么粗壮的大树啊，生于毫末，是由细小的幼苗。 长成的，那每天不断的灌溉施肥，哎，几十年呢，才长成这样的参天大树。啊，九层之台起于垒土，九层高的楼台呀、啊，也是由啊一抔土啊慢慢这样堆积上来的。啊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啊，千里远的路途啊。 也是从脚下第一步啊迈开来，啊，一步一步积累出来的，啊，所以有一句格言讲的，啊，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啊，啊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，啊，事情很多啊，只要有耐心、有毅力、恒心，不怕不能把它一一呀、啊、做稳妥。 所以孟子也讲到啊，夫仁义在乎孰而已矣啊！你要气入仁爱的大道啊，其实你只要做到熟，这个熟就是你念念能够保持它，你慢慢就气入进去了、哦。所以我们在想啊，我要多久才能学得成呢、啊？ 常常这么想就学不成了，这太急了。你就一点一滴功夫啊，一丝不苟的去下，啊，就对了。好，那孟子又给我们一个前方便的，叫“抢速而行，求人莫敬焉”呢。你要弃入仁爱大道，这个抢速就是不能丝毫啊。 有句这个指责别人的心，都是要宽恕。啊、哦，一开始很勉强啊，慢慢慢慢就习惯了。啊、哦，时时提醒自己有没有忠恕，有没有恕道。好、哦，慢慢的你就设身处地了，最后就切入仁爱大道了。好，这几句呀、啊。 都是彰显有恒哈，而且都是善用比喻啊，所以古人很能啊，向天地万物啊来学习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好，像下一句啊，一百五十八句讲，好，故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好，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河海。 啊，这个跬步啊，就是人踏一步啊，叫跬，啊是左右各迈一步啊，叫一步，好，所以踏踏一个脚步出去啊，是指半步啊，就是跬，所以不积半步啊，慢慢这样积累前进啊，无法远行到千里。 不汇集滴水啊，不汇集这些细流啊，那无法成为啊浩瀚的江海。好，所以由这一句当中啊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，任何事情啊都是由小见大啊，累积而成啊，绝对没有啊一步登天呢，一触可及的事情。 那其实、啊，当父母的人，当老师的人体会到这个了，那你教孩子也不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啊，不然就是揠苗助长啊,啊，其实对我们自身来讲也是哦，你硬把自己学的逼得很痛苦啊，很紧张啊，最后身心不安了、啊，啊，最后说啊，算了，不学了，就麻烦。 啊、哦，还是要重视啊，平常的功夫啊，慢慢积累。那我们这个明白啊，有恒是成就道德学问的重要基础。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恒呢？那我们如何学呢？啊、哦，得要透过一些具体的生活习惯，把它养成恒心呢、啊？ 哦，那这个其实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的方法，啊、哦，慢慢去养成恒心，啊、哦，比方哎，曾国藩先生三个习惯，我们每天都可以做，啊，哎，每天泡脚，实实在在讲啊，不多花时间呢、啊，你把热水烧好了。 你不看书可以啊，不浪费时间，但是对身体有帮助。哎，真的呢，只要一个好的方法对身体好，你每天做铁定见效。哦，你每天练一段八段锦，保证你身体明显提升。好，再来每天看十页历史，我们可以每天看一则德育故事。啊，你真的每天贯彻哦，哪怕。 今天眼睛都已经张不开了，哎呀，还没看《得育故事》啊，马上床床上弹起来呵呵，还是把它看完。哇，你做一次、两次、三次啊，你那个对自己的信心啊就起来了，哎，佩服自己能坚持。哦，慢慢哦，你这一份决心、恒心哦，能把你的瞌睡虫啊给吓退。 好，能把你这个好睡的习性啊，给震慑住。好，好，包含郑文先生每天把啊这一天啊所接触到的这些人事物啊，很有启发的啊，对自己从政的、啊、很重要的这些观念啊讯息啊，都把它记下来。 哦，少成若天性啊，习惯成自然啊，然后慢慢习惯了、啊、这个恒星呢、啊，建立起来。啊、哦，包含我们用功啊，啊，每天早晚读诵经典，不间断。哦，包含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作息，哦，都给它保持。 哇，那你随时哎做什么事情啊，都很自然的反应，啊，越做啊越习惯，越做啊时间越减少，啊、哦，越越熟练嘛，熟能生巧了，啊、哦，像在台湾很多人啊，男孩子去当兵了、啊，啊，那一年一两年呢、啊，生活非常好，身体很健康啊，一年多保持。 哇！结果离开军队了，打回原形了，就非常可惜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体会到有很重要的啊，今天开始就要用这些好的习惯，把这个德行把它树立起来。好，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啊先交流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。